拍攝啦，大伯。係啊，影緊。啲牛骨搭攝啦，整出嚟牛骨唔係好靚，扣埋。大伯，扣埋呢度，扣埋呢度。好。哦，烈燈大橋。今天的天氣剛剛最正啊，又不凍又不熱。嗱，聽日同你上去呢個頂，好啊，上到最頂啊，可以啊。好啊。登高之夜的這個橋梁，大家都看好它，看一下它的這個造型建築上標有“烈德大橋”四個字。2009年7月30日上午10时18分，广州烈德大桥通车。烈德大桥系统工程南起海珠区江海大道与新东口合同建设，向北沿江海大道跨越新港路、沙塔路、越江路，后接烈德大桥跨越珠江、锦江大道。在烈德大道下底以后，以隧道形式下穿花城大道至天河区金汇路以南至。为独塔双手面空间自锚式悬索桥梁，采用47米+120米+219米加47米的跨度布置，大桥背壳状分为曲面，全造型独特，左跨跨径219米。由于它的造型非常的像一扇贝壳，所以呢，它还有珠江之背的200平方米，总建筑面积242平方米。那它在珠江新城的前方，大家可以看到有一栋最高的塔，塔顶标有 IHC3 个字母的，就是广州国际金融中心，并称广州新塔。广州新塔位于珠江新城西南部，毗邻花城大道和珠江西路，是由办公楼、群楼、竹塔楼三部分组成，总建筑面积44.82平方米，涉及办公、酒店、休闲、娱乐、旅游等的综合性商业中心。应该是。海心沙岛是广州2010年第16届亚运会开闭幕式的举办场地。作为珠江集美的集合，呢度就系举办亚运嘅地方，系嘛？海心沙。不仅如此，海心沙岛还是广州城的亚运会广州亚运会台两位啊。来见证广州亚运会古城风雨的历史走线。南北向是广州面向未来这个就是那个海心沙聚会场。是西塔、省博物馆等广州新标志性建筑。一直向北就是广州2010年亚运会的主会场，天河体育中心，犹如一个标准的奖杯形状。小岛四面环水，没有围墙。海心沙岛所处的珠江两岸，在谈论的时候，这个看一下大家，它有一个特点，不知道各位游客会不会发现呢？都是非常立体的呢，这证明什么呢？如果在一个空间里，这个空间是非常的狭小，是不是它的这个立体声会更明显一点？这个不是说明它有红色衣服，我们可能不太了解，但是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很可爱的衣服。这里呢，就是广东新海音乐厅，这里呢，还有江西新海音乐厅，声海音乐厅，正比星海音乐厅好出名的。设有1500座位，加上有演播厅，460座位是内娱演播厅，160座位是音欣赏室，以及客厅。但是呢，因为广东普通话版的一人一小便，没有人一大便，所以非常要理解，因为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，现在已经形成了，不管是河南还是河北，都形成了广州空间路上繁荣昌盛的这样一个趋势。因此啊，现在呢，还是各位游客把目光放在河南这边，就不要往河北这边看了。
他们发现有一座白色的玄武台上建立就是中山大学本人广场，广场是由广州市政府投资近3000万组成，占地1.7万平方米。广场主要由台放、中大校东、中大校庆及中大校主等组成。这个是我要慢慢正在行驶的列车中央，它将进入中间。中间全长2124公里，是我国第三大河，是广州最大的河流。中间原来位于海州市，当千里中间流经广州城下时，中间有一座大的石岛，石岛长期被江水冲刷，变得严重光滑，形如中间天场都市，由此为了在江西的河流便称之为中间。中间是由西江、北江、东江、流西河和潭江等五大河系的总称，有流于西江，流于云南省，也就是莽蛇山洞里的石灰岩敲水沟。如今云南我们南海的有限公司公营牡丹河流船，它的一楼是高级的豪华自助餐厅，二楼是海鲜餐厅，二楼和三楼呢都是与我们广州银行号实施有开拓的对接观光小站。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，您可以去到这些游船看一下它到底是高级与豪华。这个还中国呢，整得越靓嘅越搞越豪华嘅，根本系唔系。系嗰啲越差越要嘅啫。越贵嗰啲地方根本卖唔出。你讲到咁富贵，边度有得卖咧？三万几蚊咁方便有得卖。欢迎大家再次光临我们南海的游船公司广州银行的游船，谢谢，再见。航班计划即将在回到沙河码头结束本次航班，还请大家检查并携带。